ดายิ่งเชื่อถือพระเจ้าแล้วหูแล้วทุกโหเส้นเส้นฝากของตาเส้นที่เมียเส้นเส้นหูแล้วถือถือเส้นเส้นทุกข์ทุกข์心经常相续，巧以神通力度无量众生，为安者令安，安者是道场，若是遍法界细心无所着，不著于实际，不著于涅槃。若是遍世间，开悟诸群生，法术众生数了之而不着，了达一切取。了就是明了，达就是通达，既明了又通达，一切取就包括着啊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各异其取，每一类的众生就和每一类的众生在一起。所谓善一伙，恶一群，什么人呢就找什么人，做土匪的就去和做土匪做朋友，做军人的就和做军人的做朋友，出家人呢就和出家人做朋友，在家人就和在家人做朋友，学生就和学生做朋友，那么老年人就和老年人做朋友啊，这各从其类。这个猫啊它就欢喜做老鼠，老鼠啊他就欢喜去盗洞偷东西吃，那个蚂蚁啊和蚂蚁在一起也是一天呢微口奔驰，忙得不得了。蚊虫啊一天到晚想着就要喝其他人的血，喝其他众生的血，这都叫各异其取，各有个性。辣椒就是辣的，黄连就是苦的，西瓜就是甜的，各有各的味道。咱们人自己不嚼得自己，咱们人就是人类里边也是啊种种的不同的，所谓臭味相投，欢喜什么的这个人就和欢喜什么的在一起你看看到那个跳脱衣舞那个舞厅里边，你一看人人都不穿衣服，他就是这一类曲，就是这一类的人你到那个酒吧看一看人人拿着一个杯不要命的那么喝酒喝死了他觉得才舒服，
就是这一类的人嘛，欢喜喝可乐的人，一见到可乐啊，就上了天了；欢喜喝牛奶的人，一见到牛奶呀，心花怒放，高兴了，一喝，喝了一个大轮，哦，然后啊，到这个厕所去呀、啊，几百次。你说这要不是因为欢喜喝，怎么会有这么麻烦啊？怎么会要到厕所几百次？就因为太欢喜了啊，太欢喜了。我讲这个都有道理的，过犹不及呀、啊、你太过了就是不及，你和那没喝一样，你也觉得喝牛奶有营养，喝多一点啊，结果不能保存都跑了啊，从上面喝从下面就跑了啊，这个营养啊维他命啊和什么一点也没留住啊啊，你说这岂不是不及呢？这个虽然是个小事情，各位什么事情要找中道，要去求中道，不要太过了，你太过了就会出毛病了啊。譬如吃好东西，有这么一句俗话说的，少吃多得胃，多吃活受罪。你少吃的时候觉得它很香，你一吃的多了怎么样，把胃口吃倒了，什么也不香了，不单吃这个不香，吃什么东西都不香了，没有胃口了啊，这叫多吃活受罪啊。你不要以为那个茶是那么好的东西呀、啊、天天要喝茶，天天要喝茶啊，喝多了就会得了茶的 cancer 啊，抽烟有 cancer， 喝茶一样有 cancer。你不要以为喝茶就是好东西啊，什么事情你都要找中道，不合乎中道那就不妙了，你合乎中道那才是妙的啊。所以啊，这各从各的取类啊，了达一切取，他就啊这个佛菩萨看哦，那个狗啊见着人他就咬，在那看门口，就是那么个种性质嘛他。所以这个人啊，欢喜不守规矩，他也就那么个性质嘛，欢喜修行他也就那么性质嘛啊。所以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个世间你说什么可奇怪，没有值得奇怪的，都是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上人多了它就复杂了，所以都不值得奇怪，一切一切都是平常事。所以说爱福心 OK 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有什么奇怪的，那个香炉就是人在那说那烧香的嘛啊，它只有这个用处，这个佛是在那坐着受香烟嘛啊，旁边什么他也不干。你要明白这一点呢，有什么可奇怪的啊，有什么不得了的。哎，这个不要说太多了，说太多你明白早就明白了，你不明白我说多少你不明白，不着量无量啊。哎，各以其取，就是这么回事嘛，何必着住的呢？有什么着住，这个是什么样子，那个是什么样，都是这样，天地间尽虚空变法界，什么都应该有的啊。所以你们在啊这个万佛堂里边，你们愿意守规矩就守规矩，你愿意不守规矩那就不守规矩。我万佛堂呢没有规矩啊，everything OK 有什么规矩的啊？所以只要你们不怕下地狱，
那么你就愿意杀人放火劫人呢、啊、打网鱼啊啊喝酒啊啊，但是抽烟不可以、啊、所以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果为啊那个土匪为什么撵走了，就因为他抽香烟，偷着抽香烟，偷抽香烟也可以，他最初来呀，因为他答应我，他到这把香烟就寄了，哎、啊，借了他。结果到这儿啊，一个月不寄，两个月不寄，三个月还不寄，他这坐佛像底下这个莲花座，他也不知道恭敬，还是抽香烟，在那造佛像也是抽香烟，啊，甚至于啊，还有有的时候不知道了。吸一点毒，大家啊，他以为很好玩的。咱们这样的不戒，以后还造诗造飞，啊，净各处讲流言蜚语，所以就欠他当的，不要他。这个，因为我没有法子再忍了，忍无可忍了。我见一次，我说你赶快把香烟戒了他，嗯，不戒，啊，心里说，不是对我这么说，他对着我不敢这么说。两次我说你快把香烟戒了，你要戒了我就不担心你了，我很担心你的啊啊啊啊，三令五申和他说了多少次啊，还也是不戒，所以没有法子了。那护法菩萨也这、也不高兴了，啊，护法菩萨说，嗯，你这个徒弟这么样不听话，你叫我这跟着这个烟熏火燎，我啊我真受不了了，你再要如果不欠他的单，我就要跑了啊。护法菩萨这么样一说，所以我当然呢也不可以自私，说这是我的徒弟，你背一点面子我了啊，这也不行的。不招亮无亮，不招这个有无，好像俺们这个万佛城最初我讲经啊，在三藩市的时候有三个听经的，三个听经呢，一个是坐着听，一个就躺着听啊，那个就睡觉听，我也不管，那么就无功夫了，你怎么听，那么你就听就算了。哎、那个站着那个听呢，就把这腿一只脚放到地下，一只脚放在桌子上，啊，就像打太极拳呢，那个姿势似的，还拉出个架子。那么以后啊，就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个、一个啊。那么四个一个，五个一个，六个一个，七个一个，八个一个，啊，那么就搞来搞去，现在有四十多。在美国这个国家，人人都忙得不得了，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要去做工，啊，胃口奔驰，谁有时间来听你讲经？况且你个中国人讲经讲的，啊，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说什么。没有人来听，牛妖现在一个礼拜讲一次经，只有二三十个人听，二十多个，啊，哪一个道场里都是，夏威夷也没有多少，啊，三藩市可以说是最多的人，还是我们万佛城这，啊，我们金山寺和万佛城人最多，因为我们。他们都是一个礼拜一次，我们这每一天每天都是，啊，每一天都是这样去，不论刮风下雨，都是讲经说法。那么现在呀，在全美国来讲，可以说我们万佛城是人最多的，啊，最多的地方。我们这也可以说是沙里瞪金呢，在这个沙子里头找金子。咱们说法像流水似的，天天呢
在这留，那么有没有人听还不管，但是一天比一天人多。诸佛甚深法呀，诸佛的甚深这个妙法，广大深寂灭，既广大又精微又深寂灭，甚深无量智啊，诸佛的智慧也是甚深无量的，是甚深诸取啊，知道一切啊众生的诸取啊，各有各的性质，各有所好，各有所求，要是能到无求处便无忧啊，菩萨离迷倒啊，只有菩萨才离这个迷。什么迷啊？财迷，什么迷？色迷，什么迷啊？气迷，什么迷？酒迷，酒色财气呀、啊，这都是迷人的颠倒的因缘啊。菩萨没有这个，心静常详细呀、啊，心里呀、啊、常常清净，常常不打妄想，常常没有烦恼啊。心只念觉是真富贵啊，私欲断尽是真福田。我们各位啊，出家人在家人呢、啊、详详细细研究研究这两句话。心止，什么止？就是这个情啊欲啊止了，念觉连这个念也没有了，真富贵，这才是真富贵。私欲断尽真福田，你要能把这个私欲，就是你不告诉人的你那种的欲念，你不想告诉人的，你为什么呢？你告诉人就觉得很丑的啊，但是你还断不了，就是这个啊，私欲断尽真福田，那你才啊得到真正的福田了。我要常常说，性定魔福招招乐，你性要不定，魔就不福；性定了，魔就福了。啊，佛成佛的时候，那个天女现出啊一个美貌的女人来游贺他，他也不动，这就叫啊性定了，性定魔就福了，魔呀没有办法了啊。用尽他的法宝，用尽他的这种的力量神通都没有用了，这叫性定魔福招招乐呀。你们想一想啊，性定魔福招招乐，没有一天不乐的，没有一天不快乐的，妄念不起处处安，你要没有妄想了，到什么地方都是极乐国，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你觉得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哇，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都是无间地狱，到处都是地狱那么苦，就因为你妄想太多了嘛，妄想不起处处安。你要没有妄想了，就像那个屎虫子似的，生在那个屎里头啊，睡到那个屎里头啊，在那里头他觉得游泳啊非常的啊快乐得不得了啊，他也很平安的，他因为啊他没有妄想了，想不了，他没有办法再打旁的妄想，只可以在那里生存着，离了开那个地方，离开那地方他会死了啊，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不要走了，都是在这里啊，马马虎虎活着算了啊。那么，所以在那里边，他也叫得很自在的，啊。所以我们人呢，一时清净，一时是灵山；时时清净，时时是灵山。你的心里呀、啊，一个时候清净，一个时候就在灵鹫山呢，啊，你时时要清净了，时时都在灵鹫山呢。啊，为什么不清净？为什么不平安？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呀、啊，我要好好的保护着它，要睡一个好的地方啊，
要吃得好一点，一切一切的自在一点。我记得我在云门呢，到香港的时候，我向老和尚告假。我说老和尚啊，我在云门这儿住的，我受不了了。这什么你受不了？我说我在住的这个房间呢，很潮湿的。现在呀、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潮湿气很厉害，我也有点受不了了。老和尚，你猜他说个什么？哼，你受不了了，你可能在家人都像在猪窝里睡似的，他怎么也受得了啊？哎，我说老何，你怎么比喻嘛，人像猪似的？他说那个人就是猪嘛，在哪啊？我说我到香港等天气干一点我再回来。等你回来，你去就不会回来了。我一定回来，一定回不来。我说回不来就在香港住了吗？说那不就住了。结果到香港想回去，真回不去了。因为这个广州啊，马霸都占了，这交通 不通。因为我又是一个外江人，也不懂得广东话，那时候真是擀面杖吹火，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人家说毛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毛啊，咩呀，什么叫咩呀，听了一点都不懂，一句也不懂。我到南华寺挂单，就像到了日本国似的，说那个唯一是个广东人，在课堂里，你问他什么话，他就毛啊毛啊，你也不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啊，交通也不通了，也不能回云门去了，所以就在停留在香港了。哎呀，想到什么地方呢？知甚深主曲啊，菩萨离迷岛，心经常相续啊，小以神通力度无量的众生，包括你我都在内呢。未安者令安，没有得到啊平安的，令这众生得到平安。安者是道场啊，已经得到平安的啊，再指示他修道的道场。哎呀，我今天讲话又不知道时间了。入世变法界呀，其心无所着啊，变法界也无所着，不住于实际，不入于涅槃，也不住这个真如，也不入住这个生死也不住这个烦恼，也不住菩提一切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入世遍世间，开悟诸群生法术众生术法和众生了之而不着，都知道但是都不着住，不像我们人呢都不知道都着住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一点。我很对不起你们各位，讲的太多了，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你们愿意听我也说了，不愿意听我也更说了不管了。